刚去超市买了点干豆腐，还有菠菜。你们猜猜我又想吃啥了？米线。有菠菜肯定就米线。本来想买点鱼丸呢，后来寻思拉倒吧，吃点素得了。然后我特别想在线的问一下有孩子的家长们，你们的孩子现在都在家补烂尾楼吗？俺家这个在这补烂尾楼呢，刚从兴趣班接回来，但还好他这个楼啊就差封顶了，一点点，这眼瞅要开学了。是那种比较难的，完了控住了。嗯呐、啊，完了不会的叫我，就这个烂尾楼啊，还算不错了。刚才告诉我肚子疼，我说咋的了？咋整的凉了？不是饿了？那我吃炸酱面行吗？我说行。完了我这不又上了趟超市吗？一下看到这些东西了。今天的午饭就是我吃米线，他吃的炸酱面。你呢？我不吃了。别的，咱俩来一袋吧。我不想吃了，我已经108斤了。你跟那吃没关系、啊、我不想吃，我撑着了，主要是今天的进货了啊，就剩那几袋了，先给我家煮东西煮上，让他吃饭，吃完鸡就赶烂尾楼。你有没有感觉我说话有气无力的感觉了？我也是，今天突然怎么又热了呢？外边嗯，然后我把锅子洗一洗，一会儿说你的事儿呗。帮你煮面条，错，帮你切干豆腐，对，这干豆腐丝儿啊，我不要干豆腐条、嗯、就这些菠菜我一顿就能吃了，一焯就没了。我老愿意吃菠菜，我的菠菜洗完了，这玩意是真埋的呀，一盆沙子土。这个面条也可以冷水下锅，嗯，是的。把这个酱扔锅里边，热一下，嗯，腾一下。大家知道什么是腾吗？头切的还是切一张？都切的也行，我光吃菜。好香啊！面条煮好了，也拌差不多了，给俺家工程师送去，在那封顶呢，挺累的。都吃了啥？整整一大锅呀，呜、哦、这不得撑死你啊，所以需要你的帮助，需要你伸出援助之手的，援助之口啊。我要把这一大碗全吃了，我是不是出名了？那有啥出名的？你能是吧？现在不行了。干完了，嗯，俩小时全干完了。嗯，嗯，行。那你做早点多好呀。咋的？你也想吃点儿？你不吃饱了，我不撑死了。我吃炸酱面，你吃吗？